起来回味一下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吧。好，为您介绍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孤女的愿望》。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王芷蕾小姐，为您演唱这首歌曲。哎呦，王芷蕾，我在印象当中，她从来没有唱过什么闽南语歌曲啊。对呀，这在电视上几乎是第一次。我们一块来欢迎王芷蕾小姐。欢迎王芷蕾。 车站三轮车，还有卖饭盒的，又使我想到了过去快速的火车。